想知道一万五，三天两夜大阪、京都自由行，吃住机票全含，是怎么做到的吗？走，跟我们一起往前，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得到。从地铁日本桥站出来，走大约三五分钟，就会来到黑门市场，非常有名吧？是的，我们现在要先去觅食。来到这个贵宝地的黑门市场，可以看到很多的观光客，还有拉着行李在这边逛的哦。看一下它到底有些什么呢？有新鲜的牛肉、生鱼片，还有鱼、贝壳，还有螺，好大的螺，还有章鱼烧，当然，还有你想要吃的大闸蟹，哦，真的非常的大。还有呢，很多的食衣住行的东西在这里也都买得到，所以呀，来到这里就是可以一次完成你想要购买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买东西的，我们是要来填饱肚子的。我们第一站要去的是一位居住在日本三四十年的朋友介绍的五门寿司。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吗？到底为什么会让它直接介绍给我们呢？真的非常新鲜，话不多说，我们就进来了。看到吗？他们叫做麦门，翻译是叫做五门。这家寿司店呢，真的还蛮特别的。所以啊，我们坐下来之后呢，先点了寿司，生鱼片的寿司，非常的新鲜。于是呢，就决定要加点生鱼片。哇，那真的是非常的棒。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到日本的餐厅呢，不要把自己带的开水或者饮料拿出来喝哦。记得在这里呢，是要饮用他们餐厅里面的饮料，所以店里面呢，也有提供这样的开水，还有抹茶粉，让你自己来调配，适合你自己的口味，而且你想喝多少，就自己斟酌咯。不要以为寿司店它只卖寿司哦，它也有卖炸鸡，哦，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对不对？来到这里吃炸鸡，好笑吧？现在呢，我先为大家品尝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皮呢非常的酥脆，而且呢它的粉非常的少，但是它的里面肉汁呢就非常的多，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当然啦，他们的寿司呢更是不用说，新鲜到你会想要再来吃哦。这里用完餐啊，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满足，也非常的满意。但是我们要留下一些位置，因为等一下还要吃别的，总不能在第一家店就吃饱了吧。好吧，我们出发，再往下一个地方迈进。之后呢，又被这样的美食给吸引了，真的好想再吃哦。可是小伙伴不准，因为呢，等一下他说要去吃，这里还有一些名店介绍的地方哦，所以不可以吃，只能看，继续往前哦。我们呢，下一站要吃的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道敦窟的本家章鱼烧。跟好脚步，紧紧地跟着，一起往前。走出黑门市场之后呢，再往前不是很远的地方，就会看到这个大闸蟹。有没有喜欢它？哇，好大一只哦！这个地方呢是很多人喜欢来拍照的新斋桥了，晚上会很热闹。但是我们现在先不停留啦，
我们继续往前，因为太热了。这里呢也是有街头艺人的，看看看看，已经到了哦。奥顿窟就是在这里，向右转哦，跟着小伙伴的脚步一起往前。太阳真的很大，但是呢，为了美食呢，我们一点也不畏惧，继续往前哦。这里的招牌呢，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每一家都做得非常的立体，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跟随着美丽的招牌呢，就来到了我们第二站，本家章鱼烧，有没有很期待呢？耶，看到了吧？这就是本家章鱼烧了，哇，非常的饱满哦，而且一颗颗真的都是里面包着很大的章鱼，哇，真的好期待哦。看一下它这一份的分量呢是有多少哦，有没有发现好特别哦，这个柴鱼还会动呢，看着跳舞的柴鱼也让自己的心情跟着美丽了起来哦。往前走，我们要去的是千日前商店街，这里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美食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米其林介绍的大阪烧。玉好烧呢，它是创业自昭和20年，哦，历史非常的悠久哦。它的制作呢也非常的棒，但是呢，排队的人呢也蛮多的，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等待一下。在等待的时候，就把刚刚买的章鱼烧把它刻完，因为进去的时候是不可以带外食的。进来之后呢，服务人员会倒给你一杯这样满满冰块的冰开水，可能是坐在铁板的旁边，很热，虽然里面开足了冷气，但是呢还是蛮热的。这样的冰开水呢，让你喝下去的感觉就是凉爽啊，哇，真的就是满上满上。在等的时间呢，我们也拍摄下它制作的过程，哇，有没有非常的感觉很棒呢？很值得哦，什么都是满满的，包括它给的料都是这样的丰富啊。看着它一层一层的制作过程，真的非常的棒，这种感觉呢就觉得很值得，不见得你要立刻吃到它，而是这样看也是非常的美妙。哇，你看到吗？它的肉是放在旁边另外煎，注意，它并不是煎两面哦，它只有单煎一面。在等煎熟这一面猪肉时，师傅并没有浪费时间哦，他是会取出另外的绞肉，把下一份订单也制作起来。看到了吗？哇，这个绞肉呢就放在这里吗？不是的，他会开始做一些调料的配置。当然你会发现到呢，他的这个铁板上面呢不是只有一份订单，这是有几个人的订单，
只是呢，它都是必须要有时间的，并不是呢，像我们在外面吃的大阪烧，就直接帮你叉叉煎好，马上给你哦。看到了吧？这个肉就这样放上来，它都有时间的。是它的时间呢，并不是浪费在等待，而是呢，它会在铁板的另外一端呢，制作下一个订单。哇，看一下它一共一次可以完成多少订单，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静静的来欣赏它这美妙的制作过程。这份铁板面呢，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看看看看，有没有让你食指大动呢？现在呢，开始切，只用他给的小铲子先把它切开来，再这样的端到你的盘子上面来享用它。哇，真的是非常满足啊！出来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前，因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到饭店去做 check in 了。我们要先去饭店把行李放下来，因为很热，所以决定要坐地铁。虽然是很近，就是住在新寨桥附近，但是呢，还是不想走路。刚刚已经走过看过风景，现在我们就直接坐地铁来到新寨桥，然后直接上来地面上，往前走一点，过了马路，在麦当劳的这个方向这里呢，旁边就是我们要入住的 hotel 了。这个 hotel 呢，它非常的不错，它的下面呢还有一个超市，这个超市呢它是24小时的，想吃的时候就下楼来，都不会让你饿到肚子，哪怕是任何时间你想提早出门也可以。哦，灯变了，我们现在要赶紧的过马路去到我们的 hotel 做 check in，走，跟我们一起过马路咯。到了，到了。我们在大阪入住的酒店已经到了，现在就直接往上走。哇，看到了吗？非常的干净，也是蛮新的，并不是很旧哦。重要是它的价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有很多台湾人入住在这里。我们先在这里等候，跟柜台做一个 check in， 在三楼这里做好报到手续，也拿到了房卡。我们必须换成另外一部电梯，直接来到这里敲敲门，打扰了，我们要在这里借住两个晚上哦。哇，非常的可以吧，你看看这样的房间呢是包含在我们的费用当中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还算满意呢？现在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天空依然非常的蓝，好棒哦，还有这样的小冰箱呢。你看看，你看看，这里打开之后就是它的卫浴设备，它是干湿分离，而且呢还有一个浴缸哦，可以让你在这里泡澡放松的。放好行李休息过后，依然一样走进地铁站，我们要前往下一站梅田，要去看看日本人的下班时间会是什么样子呢？走，一起走哦。影片的最后依然一样放了沿途的照片分享，请欣赏哦。相逢自是有缘，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观赏。